再继续回到转播的现场。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来送上的是男子双打四强的比赛。在这一场比赛呢，则是一场中日大战，有中国的许昕和张继科，要来打的是日本的松平健太和丹羽孝希。那么在刚刚稍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这丁宁跟刘诗雯呢是非常强势的直落三击败了新加坡的冯天薇，和余梦雨是率先闯进到了女子双打的四强战。那另外在不是转播的另外一个球场，隔壁球场的部分，在中华队的女将郑怡静跟黄怡桦还在激战德国的吴嘉多以及韩莹。不过目前呢，在两位中华女将这边是取得了局数上2-1的领先，所以说如果他们明天有机会打进到这个冠军战，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个冯天薇跟余梦雨打丁宁跟刘诗雯是打得还蛮惨的，希望明天的中华队如果有机会打进到冠军战，可以拿出更棒的一个表现哦。对，当然也希望郑怡静、黄怡桦等一下就可以胜利能够拿到冠军战哈。那当然冠军战面对的世界排名一二的中国选手，我想对黄怡桦、郑怡静也是一个考验的哈，但心态上呢是可以比较放松的去应战的哈。那当然，毕竟呢能够在中国这个公开赛哈拿到的这个前四强啊，已经表现非常突出了哈。那我想每位选手呢，当然目标就是能够拿到冠军的哈。那希望郑怡静、黄怡桦再接再厉。没错，就目前来说他们的一个局数上是2-1的领先，那我们还是会继续为大家来更新隔壁球场的一个最新的战况。那接下来的场上要来看到男子双打的四强比赛哦，当然中国这边这个推出的组合也是相当难缠哦，许昕跟张继科哦，那包括了许昕的世界排名现在是高居在第一位哦，那另外张继科的世界排名也很不错，现在排在第五名的位置哦，所以这一场比赛当然他们的对手松平健太跟丹羽孝希的一个世界排名呢分别是排在第15跟23。不过当然其实这两位选手在日本里头也算是很顶尖的一个好手啊。对，应该来讲是日本的这个组合丹羽孝希左手持拍他的搭档松平健太右手持拍也是他们国家队的主力了哈。那这两位选手呢打法上比较接近，属于近台快打哈，尤其丹羽孝希呢，他这个左手持拍在接发球上台内的拧球跟一些变化可能是他主要得分的一个战术。当然面对的呢中国的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左手持拍的许昕这位选手呢除了他的正拍的弧圈球的抢攻之外呢，因为他是直拍横打，他反拍的速度也很快也能够做一个进攻。那搭配的也是右手持拍的张继科，也是我们的奥运会的冠军了哈。虽然世界排名第五当然他的水准呢，应该跟许昕是差不多了，没有差。那两个组合呢，都是属于一左一右的搭配哈。那刚刚也提到双打呢最重要就是进攻以正手为主。如果你是一左一右的搭配的话呢，在进攻的衔接呢，大致上都是用右手来进攻，这个可能在进攻的力量上呢，会产生极大的一个杀伤力的。那另外来关心一下这两组选手这一次的一个晋级状况哦。首先是许昕跟张继科的部分，他们在第一轮的比赛是以直落三局很强势的击败了韩国的徐贤德跟赵燕来，这个组合其实实力也相当不错。那另外在第二轮呢，则是也是直落三局击败的是香港的黄镇廷以及唐鹏。那另外在丹羽孝希跟松平健太，哇，这一次是感觉扮演台湾杀手哦。在第一轮的比赛是直落三局击败了台湾的吴志奇跟李俊霖，那进入到了第二轮呢，则是3-1的局数击败的就是庄智渊跟陈建安哦，这一组算是在台湾这边的第一男双的一个组合哦。对，那日本来讲，一般来讲男子的部分在国际的比赛当中呢，基本上双打的部分都是有很好的成绩的那当然主要呢，他也知道要跟这些男子选手，如果要打单打的这个技术上呢，力道上可能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双打是打一个技巧的比赛的开始呢日本的丹羽孝希的就是发一个出台球那当然对方是直接的进攻。张继科呢，一个机会球自己没有拉好，出界的那日本队呢，拿到了第一分。这个
球，好球，就是启新哈，他的正手的进攻呢，也是他的最强项哈，而且拉球的角度非常刁钻哈。一般来讲，他有直线的拉球，哦，弧线来讲呢，有侧拉，哦，有哦所谓的啊直线拉球哈，还有一些滑板的拉球哈，那让这个轨迹呢一直在改变。这球稍微在脚步上也是稍微差了一点点哦，感觉还在一开始热开当中哦。但是如果让许昕跟张继科这个攻势打开来的话，那看起来淡雨孝希跟这个松平健太也会比较难打。哇，这个球可以看出张继科的台内的领球也没有打中哈。那以张继科来讲哈，他这个打法是比较稳定的哈。那对中国来讲呢，应该。他的整个球风哈，对教练团比较信任哈。但是双打哈，是因为两个人的合作，是不是能够控得很好，让许昕来进攻哈？这个可能是中国队的一个战术。目前许昕跟张继科4-3，暂时1分的领先，那还是张继科的发球。好球！中国的两个组合啊，正手的一波一波的啊衔接进攻，那。如果比赛当中呢，你只是防守，基本上没有赢球的机会了。这个直线的位置拉得有点开，所以许昕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太快跟上来啊。4-5，现在日本的组合暂时也只有一分的落后。对，丹羽孝希发球，好球，也是一个许昕的台内的领球哈，所谓的直拍啊，他后面还贴一块胶皮哈，就可以做一个哦横打的动作，所以这是目前直拍呢比较新的打法，还是中国的这个组合拼命的在抢攻哈。那我想日本的这两位选手呢，要怎么样哦不受被控制哈，这个是也是难度蛮高的啦。想要把球带开哦，一开始出台之后，当然还是被对手再掌握到了一板直接反拉的机会哦。所以其实现在看台内球能不能够再处理的有质量一点。对对，不然很容易就让两位中国的选手掌握到了主动强攻的机会。一个擦边哦，感觉上哦，许昕哦已经棘手哈，所以抱歉哦，擦边，又是被摆短。好球，漂亮！这个位置上的调动相当精彩。这也是丹羽孝希哈，以他的打法哈，因为他本身就是不大退台哈，所以你可以看出球落在桌面的时间呢，他赶快就出手哈。画面上方的中国组合9-5，4分战胜领先。哇，好球！这个丹羽孝希最拿手的进攻，你可以看出啊，许昕的完全已经准备好了。这完全是可以赛前的演练过啊！你打过来，我怎么样反攻？好，白短还是没有机会哈。那么在第一局的比赛里头，最后11-5，就是由许昕和张继科这边率先拔的头筹。全球疯狂的足球庆典。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32国世界强权同台竞技。爱尔达电视今夏隆重呈现2014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6月13号到7月14号，64场赛事 ，HD 高画质，场场直播，敬请期待。以下节目为双语播出。欢迎大家再回到爱尔达娱乐台收看桌球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场上为您送上的是男子双打4强的比赛。目前画面下方的中国组合许昕、张继科在局数上取得了1-0的领先。好球！哦，一开始呢，日本的这两位选手防守非常快哈，第一时间哦就能够把球打回去，拿下第一分。对，一定要有一些个先进攻哈，让中国的这两位选手有带有一点点防守的这个技术了。啊，你如果拼命的只借用对方的这种力量来回击哈，啊，大概当
喜新这一组开始稳定下来，速度会越来越快的。日本的组合拉出了一波3-0的攻势，而且现在手上还会有一次发球的机会，看看有没有办法来扩大这个领先哦。一个插网，哇，可惜可惜可惜，这个松平健太呢，他也知道这个是个机会球哈，但是摩擦呢力量过大出界了，有点见猎欣喜的感觉哈。那日本的单羽孝希，他的接发球就看这个状况了，好球，哎，可惜啊。松平健太这边的一个衔接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许昕的发球，好球，这是单羽孝希呢拿手的台内的领球哈，他可以制造旋转还有左右的调动，那也可以看出哈，张继科这个球呢，就是因为判断步伐上也是，哎呀，这个球发球发的有点离谱哦，对，发到球桌的外面呢。的是许昕哦，想要转到直线的位置，没有顺利的打进。对，这个也可以看出哈，这个双打的中眼台的对拉，那当然要在对拉的当中呢，又要靠步伐要能够，这一个移动的衔接，又是对拉，好球。哦，中国的张继科许昕呢，也可以看出哈，他的进攻的力量呢是。比这个日本两位选手来得快了哈，那当然日本选手希望啊能够在近台解决这个打法。这样张继科跟许昕哦，可以在整个对攻的过程当中打得比较开的话，其实两位日本的选手还是挡不太住。好球。看到刚刚连续有几个比较擦边的球，还是让日本这边先掌握到了可以主动来进攻的机会。6-5的比数，暂时领先的还是两位日本的选手哦。这一局机会还不错。这个球可以看出是许昕的正手的波攻。好，许昕的发球，哇，好球，好球！哦，虽然呢，单羽孝希的接发球呢，我采用的进攻啊，但是张继科等在那边反拉。那这边再插播一下，刚刚隔壁球场的一个比赛是已经比完了，那结果郑怡静这边，郑怡静跟黄怡桦是以3-1的局数击败了德国的对手，也代表他们在这一次的中国公开赛是顺利的挺进到了女子双打的冠军战，也恭喜郑怡静跟黄怡桦，也期待他们在明天我们也会为各位观众朋友继续送上的转播里头打出更好的表现。对，当然恭喜哈，这个中华队的我们的一姐哈黄怡桦呢，这个配上郑怡静哈。在中国公开赛闯入了冠军战哈，那也可以看出啊，这两位选手应该是属于默契上是绝佳啊，因为他本身都是合作金库的球员哈，加上国家队都一起训练哈，才能够打到今天的这个冠军战。继续再把焦点转回这场男双的4强战哦，第二局打得还蛮激烈的，比数上双方哦相当的焦灼。哦，这个球很可惜的，松平健太呢想要做一个尝试反拉，结果呢角度摩擦的角度也出现问题，所以落后了1分。好，松平健太先摆短，好球，这个球也是单羽孝希的这个短球的技巧，突然一个加转的这个搓场哈，让张继科呢直接触网的出界。目前在第二局来说，如果日本的选手可以顺利拿下来的话，不管是士气哦，甚至在局数上，都会有整个战局会有不小的变化。关键的2分，哇，漂亮的一个中台对啦！松平健太呢，也是可以看出他的正拍呢，除了速度之外哈，以松平健太来讲，当然他的中台对啦是比他的单羽孝希来的强烈一点了，10-9的领先。日本的组合现在出现了一个局末点，还是松平健太的发球。哇，可惜了。哇，单羽孝希原本这个机会球哦，其实想要来做一个拧球。所以应该来讲，单羽孝希呢，
他自己最好的打法、最拿手的，自己还是紧张哈。那选手难免的哈。好，接发球，还是你球。可惜的是，对张继科这边要提前预测到了。对，总感觉好像你再怎么拧哈，我这边中国的选手已经设定好，都是直接反拉了，也没有说被他挤到了各方面哈。还是顺顺的来做下一板。11-10，中国的组合出现一个局末点。我们现在这边呢，顺利的把化解。哦，更正一下哦，这个球是顺利没有打进的情况之下哦，没错。那中国的组合12-10，在抢下第二局，在这一场双打四强的比赛里头，局数上现在也出现了挺牌的机会。再度回到比赛的现场，那画面上方的张继科和许昕碰上了丹羽孝希跟松平健太的这场四强战，他们局数上已经取得了2-0的领先，已经率先挺牌哦。在第三局的一个前半段，要来看看松平健太跟丹羽孝希能不能够稳定住自己心情上一个比较紧张的状况。对，但很可惜了，第二局哈，应该日本的这个组合应该有机会哈。那当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要进攻哈。那失误当然要减少，就像丹羽孝希这个球也是他的反手的进攻哦，也没有打好，所以又是0-2的落后。哇！这个打起来会没有信心哦。没错。那中国的两位选手呢，就是拼命的做一些进攻啊，所以杀高球。目前两位日本选手当中，还是松平健太这边的一个把握度比较好一点哦。这个球已经完全抓住了机会。3-2。在第三局的前半段打完了前六分，双方3-3还是平手哦。所以其实日本的组合赶快稳定下来还是有机会。对，应该来讲是双打来讲哈，因为主要是接发球这一方哈是一个主控。那今天的丹羽孝希呢，当然台内的短球哈，他是拿手的一个拧球，他对手哈，这个反拉呢好像蛮顺的哈，这个应该是影响。所以搞得丹羽孝希反而在自己在反手拧球的角度上打的是心里比较有压力。对对，一般来讲他早一比赛过程哦，他的拧球得分率很高，反但这一场球赛感觉上就没有什么效果。6-3的比数，场边这时候也叫出了一个暂停。日本队已经落后了两局，这一局不能输了哈，所以目前又6-3的落后这个分数，所以赶快的呢教练员叫个暂停。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第六分哦，已经是把两位中国的选手带开的情况之下，松平健太想要赶快往直线的位置来送，没有办法掌握的太好，这一球也还蛮可惜的。对，那以中国许昕张继科呢，他的本身的步伐就很快哈，尤其许昕他是一个直拍哈，以正手抢攻为主的选手，那搭配张继科呢，又是一个稳健的一个打法哈。所以你跟他打中远台呢，带开基本上都是中国占上风哦，就像这样哈，你可以看出许昕好像喂，我哪边的球我都可以站得好好的进攻，好，打第一个判断，第二个步伐的移动哦非常迅速。可以看到中国的两位选手基本功也是非常的扎实。哇，危险的，危险的，又是连续几板的重炮，日本一路挨打。对，一路被挨打，可以这么讲哈。等于你没有前三板解决这个分数哈，延长战线就没有机会了。哇，这时候呢，松平健太呢也想要快打，但是也是失误。好，杀高球，出界了哈，所以日本队拿到了第四分。不过在这场比赛里头，4-9，他们现在5分落后，还是比较大幅的一个落后状况。被挡住了。对，丹羽孝希正手拉太慢了，我许昕呢就不手软，再次的强烈的进攻，出现了三步点机会的情况之下，又是许昕一板哦重炮的一个攻击。那么这一场比赛哦，许昕张继科最终是11-5、12-10、11-4哦，也是秋风扫落叶。除了第二局打的双方比较有竞争力的情况之下，
其他另外两局其实许昕跟张继科打的都算是还蛮轻松哦，击败了松平健太跟丹羽孝希，挺进到了接下来男子双打的四强战。那他们将要迎战的对手呢，一定是中国的对手了。樊振东、马龙跟王浩和严安在隔壁球场进行哦这一场男子双打四强战。广告回来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比赛。